每次只要喂喂喂，大家在游玩的过程里面更能够感受到整个的感觉。ここは一体どこなの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进到书房去看看。好，这是大家看到进化之后的书房。画面が落ちてる。リムに見せよう。リムは何を隠してるの？もう鍵がかかって開かない。一些在 2D 上面的经典画面，在 3D 上呈现出来的风貌，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个画面。髪から何か温かい感じが伝わってくる気がする。髪が本に挟まってる。見てみよう。好，现在大家拿到那个碎片。この本はとても重たい。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谜题，会慢慢慢慢的让大家知道。手が届かない。糟糕，小女孩本来就比较矮嘛。哎，蒂姆坐在板凳上。蒂姆は外の世界に行ったことがあるのかな？这板凳的高度好像可以哦。ここにはまだたくさんの秘密が潜んでる気がする。玩过蒂姆的大家都知道要怎么样让蒂姆离开他的座位。看看这段影片最后的一个谜题。天地转上有两个圆弧，有黑色还有白色的圆圈在上面，好像跟场景有点关系的样子。 哦，亮亮的有四个，另外一边也有亮亮的四个。好的。